大家好，我是 attia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如何安装 Element 编辑器和 a 阿斯 a 主题，免费版、付费版都说。首先，先安装好一个 WordPress，一个空的、新的 WordPress。具体关于 WordPress 的安装方法，请看我之前分享过的 WordPress 免费基础课和 WordPress 入门课。 如果你的网站是一个正在运营的网站，千万不要在那个网站上尝试。建议找一个新空间安装。如果你的网站用的是 WordPress 其他主题，如果强行切换成 a s t r a 主题，网站的内容会混乱。下面正式开始。这是一个空白的新的 WordPress。我们先安装主题，进入外观主题，上面有一个添加。 我用的是 SetGround 主机，新加坡机房，目前没有翻墙。这是 WordPress 提供的免费主题库，搜索 Astra，因为 Astra 主题它是一个免费主题，选中安装。如果你用的是国内服务器，可能在这一系列安装过程中会卡壳，会进展不顺利，这都是正常的，这个和主机有关。 现在主机已经安装并且启用二点六点一版。现在 WordPress 是五点五点三版。接下来安装 Element 插件，先进入插件，现在一个都没有。点击安装插件。这是 WordPress 提供的线上插件库，搜索 Element，或者是直接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热门因为 Element 属于热门插件。 在这个位置，在这儿直接安装，顺便再安装这个经典编辑器，这些都是免费插件。好，这两个插件都安装完成，然后再搜索一个，是 Astra 主题的 Demo 演示站的安装器，这也是一个插件，二点三点八版。 我们看一下之前保存的，也是二点三点八版，这个插件也是免费的。这个需要注意一下，免费版的安装器插件只能安装免费版的 demo 模板，不能激活和授权。如果是付费版的 a s t r a Pro 用户，请安装付费版的安装器插件，那个插件可以激活授权。 授权之后可以安装付费版的 demo 模板，这个主题也是免费的，可以在线上直接安装。好了，这几个插件都安装完成，进入已安装的插件，给这三个插件批量启用。上面有很多提示信息，先不管，先确认一下插件内容。 这是 Element o r 编辑器，这是 Astra 主题的演示站导入程序，这是 WordPress 的经典编辑器。现在用的是 Astra 主题。截止到当前这个节点，安装的都是免费的插件和主题。其实用免费的 Element o r 和免费的 Astra 主题就可以建站了。下节课继续分享 Pro 版本的安装方法。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见。